伙计们，走！前去。
va. Voilà. Allez, gros. Ça va. Salut. Viens, Dieu. Corré. Voilà. Ok. Joli. そんなに焦るな、吉田。すぐに涼しくなるぞ。 把你的兵打开，我检查一下。啊，太君，这兵可不能开啊！要开的话就全化了。现在开兵检查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让你通过。你的损失我会加倍赔偿你。 怎么样？太君，您说话算数。当然算数。 您查吧。等等，我只检查你身上背的这块。
能干什么？哎，有话好好说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让你查。兄弟们，把兵砸了，让太君查个痛快。费劲呐！我说过，有些东西你们就是拼了命也保不住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去见真鬼！你不要命了？来呀！我告诉你，有些东西。中国人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会保住的。你想死啊？
走，走，啊！谁说要走？我还没喝够呢，我这是去拿酒。出了多大的事儿啊？霍
落九姨婆要亲自出马。事关重大，我绝不敢劳烦二爷。我说过，九门的事我不再过问。红杏，送客。二爷，你就不想问问杏娥是谁放回来的吗？谁？吉安。吉安？吉安护送文物出了岔子，看在旧时情谊的份上，你去帮他跑完了这趟活，把文物带回来。希望你不要因为二夫人的事。别跟我提夫人。见娥见师，霍家信娥是以活人心血孵化，破茧即为穿心。既然信娥回来了，那就表示吉安的。二爷，就算不为吉安，也为了九门。我去，不过我是为了吉安，不是为了九门。你回去吧。多日本人啊，吉安不会被抓了吧？不会的，日本人在这里安营，就说明他们还没得手。你们看，这四周山势呈龙脉之象，这片石滩下面必定有古墓，吉安定是躲进才没有被日本人发现。那日本人是在这儿守株待兔，招人以待了。什么意思呀？这小鬼子拉这么大阵势，就是为了等咱们呀。红官，要不咱们今晚探营。都是比树还高的高哨台，那块石头下应该就是墓穴的入口。我们怎么进去啊？这还不简单，把石头搬开然后进去。那你去。我不去。一会儿大家进去分头寻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入口，注意安全，用蝙蝠哨联系。
現在未だあのリーダーとゴッドのありかは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山に入る全ての入り口は全て限界態勢を敷いています。あなたの推測が正しければ彼はここは離れ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。きっと我々の足元のどこかにいるはずです。風水的に考えるとここには地下宮殿か墓があるはずだ。あいつはやり手だ。簡単には探し出せないだろう。奴が出てこなければ誰かに探しに行かせる。気長に待っていればいいさ。はい。我最近有些累了，正要停一阵子戏，不好意思秋山先生，请回吧。嗯，喂，洪老板，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百年修得同船渡，看来我和洪老板的缘分恐怕还没到。不急，我等。秋山，看来咱俩的缘分到了。红豆，撤。哎，红官，这军营四处平坦，不像是有入口的样子呀。看来只有这一个入口，但是这日本人的军营看守严密，想偷偷挖进古墓入口，太难了。谁说我要偷偷进去？我要他们请我进去。水仙镇开锣了！你有把握吗？我是队长吉田一龙，秋山少佐有请二月魂先生到司令部一聚。哦，秋山先生在这儿啊，真是巧。可我一会儿要开戏，走不开啊。秋山少佐要我务必请到您，希望您可以赏管。秋山少佐。真是盛情难却
洪老板，我是秋山少佐的参谋官申公，欢迎你来，请。不要见怪，这些都是我们剿灭的山贼，我们也是为了维护当地的治安，不要多想。洪先生，进去吧。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吧。嗯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洪老板。好久不见，这些年还好吧？还好，劳烦秋山先生挂念。啊，不能当场看洪老板演戏，我夜不能寐，念念不忘啊。这些年，我始终在探寻洪老板消息，想难以料夙愿，谁成想？洪老板就到隔壁镇子上唱戏了，这应该算是缘分到了吧？缘分不在你我，这都是天意。哦。以洪老板的盛名，没想到能来这种小地方唱戏啊。一个老朋友找我，十几年的交情了，不来说不过去。那不知这次我能不能一睹洪老板的风采？不敢巧，这两天戏都排满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
三天以后，我要回长沙唱戏。啊，洪老板，如此拒人千里，真是让秋山感到心寒啊。洪老板是有什么难处吧？实话说吧，秋山先生，我是不敢给您唱戏。中国有多少双眼睛都盯着我看呢？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唐突之处，还请洪老板多多包涵。那我能不能请洪老板来我军营唱戏，这样外面人绝不会知道。好，但是我开罗规矩多。洪老板尽管吩咐。我平地不开罗。洪老板一代名伶，必须登台。我这次叫人去搭建戏台，不知道洪老板对戏台有什么要求？我只是遵循规矩罢了，规矩是祖师爷立下的。洪老板尽管吩咐。这荒野之地，雕梁修饰大可免了，但筋骨不能变。出将龙抬头，入下凤寒手。台口丈量横不久，大木小木垂条柳。天地山川勿靠拢，人神鬼魔各有朋。大小上下九龙口，边中正中，里外中。洪老板，您的规矩可真多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个规矩。洪老板秉承祖训，让人敬佩。只是我这些士兵可能不太懂这些规矩，能不能请洪老板派人来督建戏台？好吧。哎，明白。哎，这么一来，咱们就能在小鬼子眼皮底下下幕了。对，就像你之前说的，搬开石头然后下墓。我说行吧。红光，这下面应该是个大墓，恐怕我们下去不能成事。我亲自下。你要是下去了，谁在台上唱戏啊？能顶替我唱戏的在这镇上只有一个人。搭戏的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
你？二月红？白夜，不好意思，您的手没事吧？我呸！好你个二月红，把我排挤出长沙还嫌不解气，竟然追到这小镇子上来羞辱我。白夜，你欺人太甚。白夜，那次大家斗戏，小弟绝没有排挤之意。哼，后来得知您真的离开了长沙，我四处打听，想请您回来给您赔个不是，还特意在长沙新报上登了整版的告示，但一直没找到你。哼，你这不是找到我了吗？哦，你不是来找我的，你是来找日本人。我听说你扔下满戏园子的观众去给小鬼子唱戏，我原以为你二月红是条汉子，没想到我呸，你也是条没骨头的狗。你就不怕祖师爷收了你？我白占梅再不济，那小鬼子请了多少次，我也没给祖宗丢这脸。您请吧，我这庙小装不下您这大汉奸。白夜，小弟再愚钝，忠奸善恶，礼义廉耻还是知道的。不瞒白夜，小弟此番来就是为了祖宗的颜面。少佐、二月红がなぜ今突然現れた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せんか？芝居がしたいんだろう。俺たちは静かに鑑賞すればいい。离地三尺三，祖师爷赏饭不打签。李天万丈万，玉皇王母皆上殿。放心，这出戏我演不咋。金哥，嗨。舞台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？必要なものは全て準備しました。他に指示は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？この件は甘く見てはならん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少佐、頼んだぞ。はい。实乃恶中梨园第一圣手，小弟望尘莫及。愿为吴兄执戟帐外，战力两相，二月红半伤。红爷，当年的气话您怎么还记得？再说，就算真是要写这认输的帖子，也该是我写。红爷您。
白夜，小弟敬您忠肝义胆，这一趟弟要是能全身而退，不知能否请白夜您赏脸同台。我白湛没能和您同台，是我一辈子的荣耀。红颜，您要是真想给我这份体面的话，就必须回来，我等着您。不好意思，后台外人不能进来。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这样的规矩。我就是来看看洪老板有什么需要吗？您费心了。斬金さんを歌うのは何か考えがあるのか。今回の選択はなかなかいい。私は気に入った。よく見ておけ。
听。和肉都被里面的东西吃掉了。这缸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要把水缸吊在岩壁上？太妃抗魔。什么？这座墓穴是座汉墓，墓主应该是位大将军。太妃抗魔是汉代建章营起的看家阵法，碰错了鱼缸，就会惊动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就会就变成刚才那样的人皮了。我是猜的，你要试试吗？宏观，你别闹了，咱们赶紧看看怎么过去吧。斗舞女虚威势壁，二十八星宿。没错，跟着我，我不碰的缸，绝对不许碰。应该就在这扇石门的后面。这门怎么进去啊？直接上去，一脚把门踢开不就进去了吗？山主贵，水主财，水能旺财，养鱼蓄气。六尾六白五曲星，一尾一白贪狼星。
既然他深谙风水，我想这门后面就是风水上位。哎，走进去看看。哎，别动。台阶上的两条鱼龙分别是红黑颜色，红色代表火，而黑色代表水。刚刚太妃抗龙阵法就暗藏杀机，这条坡道也不会寻常。跟我走，只踩黑龙，不许碰红龙，上坡。这个墓主非常善于用水，这道石门需用水的浮力才能打开。你们两个去坐在石鱼上。下来吧，我来吧。哟，行啊！哎，有点意思啊！原来这石门还真是用水能打开啊！快坐回去。
見は誰もいません。八重洲の周りをくまなく探すんだ。はい。小鬼子，记住了，爷叫白占梅。居然是大名鼎鼎的白爷，几次请白老板您都不肯给面子，今天白老板自然自己来了。白老板，你今天唱的是哪出？二月红呢？白老板，想不到你一代名伶，竟落得给二月红当替身的份上，可惜啊。你还有两次机会，白爷，戏不能停啊！
停啊！二月红在哪？報告します。部隊の下に跳ねられます。红爷，这一出戏就当跟您同台了。
赤襟を踏むな。はい、目が入ってこい。絶対に赤襟を踏まないように。早く行け行け行け。
全てが宝だぞ。全部宝だ。まだ撃つな。アウエホン、我一路过来，你的人都死了，我不想再往前走了，只要你把东西给我，我放你们走，咱们就此两清。你放我走？对，我说话是算数的。你怎么不问我想没想放你们走？阿月红，你真会开玩笑，你以为这是在你的戏台上能让你放手赢傅守野吗？对，这不是戏台，是墓，是座汉墓。你读过不少中国的历史，有句话一定听说过，犯不强汉者虽远必诛，更何况是你自己跑到墓里来了。你好，阿月红，那我就入乡随俗，你们古代不是有行葬的讲究吗？那我现在就有劳神功君多送些人陪你，以代表我对洪老板的敬意。能做到的就是保证你们死的人比我们多。再看到死人的话，把东西给我，我就放了他。侯官，别管我，杀光他吧。你恐怕杀不过。阿刘虎，何必意气用事？东西我还没拿到。不急，你现在可以去拿，我等你。东西在匾额后面。待て、ここには罠が多い。むやみに動くな。阿月红，我这些士兵都是粗人，不小心在此上了件艰难的苦木，劳烦
洪老板山水帮我拿下来。我一个人拿不下来，得他帮我。没问题，小姑娘有劳了。红光，跟我上官。洪秀听我说，出口在边荒。吉安把东西藏在边荒，就是要告诉我出路的位置。我先送你过去。不，皇冠，你先走。听话，我要留这些小鬼子，给吉安、白影还有兄弟们陪葬。东西拿下来，有的是时间说话。